下，我们这个既然要是复婚的话，那个日期能不能给我们续上？就是按照上次结婚的那个时间给我们续。不是，我说你们这是以为是买养老保险吗？还续上？不是，那我们也是不知道才问你的嘛，对吧？对嘛，头一次复婚呢。呸呸呸！啊，呸呸呸！咱这刚印是敲还是不敲了？敲敲敲敲！哎，赶快敲！小主可还满意啊？满意，相当满意，安排的不错吧？嫁给我。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我不能总一直跪着吧？你给我戴上吧。好啊，那戴上了可就不许摘了。哎，我也不想摘，可是你忘了咱们俩是隐婚，我戴着戒指，万一人家问我怎么说呀？哎，我还没答应呢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老婆。现在形势非常严峻，到处都是不利因素，我怕你受委屈。我这次想好了，无论如何，我绝对不能跟你离婚了。那必须的，谁提谁孙子。哎，老婆，先戴上，等过了今天呀，就把它藏起来，好不好？老婆，你就原谅我。啊！拿出点诚意来啊！我呢已经订好酒店了，等我完事儿我就过来接你。嘿嘿嘿！讨厌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哎，你不觉得这样非常刺激吗？嗯。哎，你怎么一声不吭你就进来了？对不起，邱总，黄秘书没在，所以我就自己进来了。因为有点急事儿。快说。一会儿有个会议，你得参加。什么叫我得参加？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啊。市场部的周总说了，这个月的销售额下滑了10%，我们必须要拿出应对的方案。如果您不在的话，他们心里没底。10%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说了。是您忘了。好了好了，你马上让他们来我办公室开会，马上啊，快！他们已经在会议室等了。那没什么意见的话，咱们就散会吧。邱总，还有什么安排吗？没了，你也走吧。鱼好了，来尝尝。好。嗯，范爸爸做的鱼啊，冰冰来，拿点加鱼啊。爸，你多吃点。嗯。爸妈，我明天要去个公司面个试。哦，好啊，什么公司？一个新成立的公司，具
具体什么情况，明天去了再说。嗯，挺好的，你有学历又有经验，肯定没问题。嗯，去了好好干，职位低点没关系啊，咱们从头做起。他有学历有经验，干嘛从头开始啊？那起码也得是个管理层，是吧？嗯，这管理层是你家开的，你说给就给啊？管他什么职位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对。我去看啊。嗯，你去。丁丁，你看，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。妈妈。乖儿子，来。妈妈，你坐。叔叔阿姨，我们吃饭呢。哎，快来，妈妈自己来。鱼啊，吃鱼会变聪明的，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鱼啊。哎呀，不嘛，妈妈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就让她吃一块吧。你妈就够聪明的了，她不用吃鱼，丁丁吃。行了，妈，还在在。没事。丁丁，跟爷爷进屋去。哎呀，不嘛，妈妈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快快快！这事能怪我爸妈吗？你看你自己在网上拍那些照片，穿那些衣服，他们能接受得了吗？哦，因为我穿的那些衣服呀。行，下回来你们家我就注意点。没事。嗯，对了，给你，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我儿子的。你说你现在又没工作，又没收入，我收入还不错，给我儿子点零花钱。谁要你的钱？当初咱们都说好了，丁丁抚养权归我，我来养。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还是那么死要面子活受罪啊？就算你愿意吃苦，哎，你愿意叔叔阿姨还有我儿子跟着你一起吃苦啊？哦，你愿意要叔叔阿姨出去打工挣的钱，都不愿意要我的钱啊？什么意思呀？打工？啊！岳小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爸妈打什么工了？爸，嗯，妈，我想跟你们聊聊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干嘛那么严肃啊？你们是不是出去打工，当保洁员了？虎哥，我和你妈出去打工，其实没别的意思，一个是这长期在家这么待着没事儿干，啊，再一个自当是锻炼身体了，所以没跟你说，主要是怕你多想。你们的心思我还能不明白吗？你们越这么做，我就越觉得内疚。没错，我在刚跟江玲离婚的时候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，我还骗自己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一个网络写手，我还能挣一份体面的钱，来养活你们，养活这个家，养活丁丁。现在呢？网站也倒闭了，我的 IP 也被封了，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还连累你们二老，为了这个家出去打工，我难受，我心里憋得慌。儿子，人这辈子呀，都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，就是再不如意，咱们要想开点，是吧？
不知道慢。我常常在想，人为什么要活着？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？我这口气还在。爸妈，请你们答应我，不要再出去打工了。相信我，只要我在，这个家就垮不了。你看，我说好多请客的，谁请都一样。小姨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喜欢这个地方，环境不错。你那么喜欢跳舞啊，有时间到这里来看看也挺好的。小花，你觉不觉得那个跳舞的小伙子特别像当年的秋泽？当年你们两个人也是这样一起在台上跳舞，物是人非，一晃我们都老了。他在找舞伴。真的？有时候他会在客人里找个舞伴的。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妈妈，低调低调，你忘了妈妈之前跟你说的了？妈妈现在已经是新浪认证的一名网红了，不能暴露跟你之间的关系。哦，想妈妈了没？想了。真的？嗯，请慢一个，真乖。丁丁，你爸最近怎么样啊？工作找着了没？哎，他整天待在家里，不是吃就是睡，要不然就是待在电脑前玩游戏、看漫画。来，儿子。哎，别别别，妈，我有钱，我爸之前给我了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。丁丁，你要记住了，最近别找你爸要钱，你要是没钱了，就给妈妈打电话或者发微信。妈，我爸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，没钱了？丁丁，你要相信你爸爸，你爸那么有才，这种难关他肯定能闯过去的。好吧，那我最近就尽量乖一点，少惹他生气，大不了陪他玩玩游戏。真乖，我儿子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妈妈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回教室了。行，去吧，记得听老师话啊，乖。妈妈再见。你又来了啊！还是老规矩，招牌慢卷。对，好了。哎，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想吃的清淡点儿，海苔寿司吧。嗯，好。
腿穿成这样了，你竟然还好意思拿我们来想退？哎呦，美女，你看看吊牌不是还在这儿吗？再说了，你也没说那衣服一不小心染了就不给退呀、啊。这还用说吗？这是规矩。美女，你就行行好，帮我把它给退了吧。哎，大不了我给你们出干洗钱。哎，其实你看看这衣服啊，干洗都不需要，随便用手搓吧搓吧，我保证跟新的一样一样。想什么呢你？还随便搓吧搓吧就跟新的一样？我估计啊，这身礼服就算拿去干洗，都八成洗不干净。好，好，好，就算洗不干净了吧。哎，但是你看看啊，这衣服被染得多有美感啊，这颜色，这色块，你自己看，好有韵味啊。哎，你就把这件衣服呀挂在你们店里，帮我把它卖了吧，你就当成限量的渐变色礼服，绝对卖高价，拿不了他的钱，你把握啊。你就不信？大姐，您就别继续再跟我开玩笑了，好吗？小姐，您真的不能进去。如果您进去的话，我工作就丢了呀。你不让我进去，你赔我这礼服钱啊？这事儿我们管不了，你有什么事找我们上级部门吧。你不让我上去，我怎么找你们上级部门啊？哎，你这人，我说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不是，老板，这你不是那个网红吗？干嘛来我们公司参加新策划的项目？策划什么项目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提起来这事儿我就来气。就是因为参加你们公司年会啊，把我这礼服搞脏了，搞得我现在退都没法退，你得赔我钱啊！小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的礼服弄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不管，是参加你们公司年会。哎，你干嘛？报警啊！你赶紧报警啊！电话号码需不需要我告诉你？好了好了，你先忙去，我来处理。你能不能先把我放开？不能。不是，楼上在等着我开会，我一会儿就要迟到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样，我上去之后，我会安排人来解决你的问题，好吗？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这礼服多少钱？1500。我个人赔给你，行不行？先放开我。我身上只有1000块现金，你先拿着。你没事吧？你玩我呢？那500块钱我找谁要去？那500块钱我上去之后，我让人把它取出来，然后给你送过去，好不好？哎，哎呀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不能。我钱包押给你。钱包里有我的名片，我的微信号码就是我的手机号，你加一下，我好联系你。没问题。别站了，大家都等着你开会呢，赶紧进去。还有10分钟，要不然你们先讨论别的吧。我们讨论也没有用啊，好多事情除了你还谁能定？上班迟到要罚站，是我定下来的规矩，所以呢，我就算是流着泪也要把它罚完。OK。立刻好好的谢谢我，
出息啊！哼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他怎么这么快呀？哎 ，George。哎 ，Steve。你最近死哪儿去了？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，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啊？哪儿敢啊 ，Steve！ 我正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呢。哦，是吗？我今天联系你啊，就是因为我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八卦新闻，说写的是霸道总裁和某个小网红之间有点狗血的故事，所以我打电话过来了，就想稍微八卦一下。什么小网红啊？哈，就是那个你又给人家送衣服，又给人家封口费的那个。啊，你说他呀，青小月啊，他呢是上一次我们公司年会的时候被邀请过来助兴的一个表演嘉宾，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的。好了 ，Steve， 你就不要解释了，你越解释啊，那就是掩饰，而掩饰呢，就是证明即将要发生大事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在滑雪，就不跟你多聊了。等我来中国的时候，你一定得把他介绍给我，这个青小月，一定要让我认识一下。他现在特别火，尤其是他那身材啊！老婆在后边。OK，No problem。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。嗨，冯兰。Steve。我记得上一次开会的时候，你曾经做过一个咱们公司转型新媒体营销的一个方案。是啊。里面有一个签约网红的建议，我仔细的想了想，这个建议很可行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是青小月小姐吗？对呀，我是小月月。你好，我是史蒂夫。明天中午你有没有时间？我想请你吃个饭，跟你谈点事情，顺便把我的钱包也取回来。味道还不错吧？你要不要喝一点其他的东西啊？咖啡。可以啊。OK。Waiter， 帮我们来两杯拿铁咖啡，好吗？好的，稍等。青小月小姐，你做网红有多长时间了？啊。我一开始啊是 cosplay 网络文学中的人物，后来呢我就开始慢慢拍一些封面大片，目前在网红圈，哎呦，混了大概一年多吧。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？规划？没什么规划，什么活赚钱我就做什么呗。我拍过微电影，拍 cosplay 大片，我还做很多活动的地推嘉宾。没事儿，只要赚钱，我怎么都行。最近的 YS 公司倒是有一个关于网红全面培养的计划。真的？嗯。哎，这个活动能带上我吗？这个嘛，我要跟公司的其他人商量一下。商量什么呀？你不就是那 YS 公司的老总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赶紧把我签了吧，我马上就火了。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做 YS 公司的专业网红呢？我愿意啊。哎，这个女的好眼熟啊，是不是网红青小月呀？哎，这个男的看着也好眼熟啊。哎，他不是刚才在网上跟青小月传绯闻的霸道总裁史蒂夫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只要我愿意，他们管不着。呀，拍照片呢，没事啊，大大方方拍，来来来，来靠近点，靠近点。Thank you.
Hi, George. Hey, Steve. Hello. 哎，对了，你知道这个时代最悲哀的三件事儿分别是什么吗？那就是炒房炒成了房东，炒股炒成了股东，泡妞泡成了老公。嗨，我说，你这回不会弄假成真，真让那个秦小月给搞定了吧？那些都是媒体上瞎写的，根本就没有的事儿。如果是瞎写的，那当然好了。我记得咱们在耶鲁上学的时候曾经发过誓的，那就是为了让自己对别人负责，这辈子咱们只谈恋爱不结婚。放心吧，这个信条我是不会忘记的。你没忘就最好了。好了 ，George， 我还有别的事情，改天再聊，拜。好，拜。总公司为了让咱们 YS 公司能够快速走上正轨，现在特地调了一批精英过来。这是他们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恭喜我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升职了，调令都已经发到公司的公众邮箱了。我这两天一直在跑外勤，根本就没顾上。Hello, Mike。恭喜你降临，调令看见了吧？哦，我才到公司还没有。哦，那我太不矜持了，应该等你主动打电话向我报喜。你正式调到 YS 公司出任市场总领，加油吧，小飞侠 ！YS， 这个职业可是我调令推荐的哟、哦。啊，你们就说后知后觉的，怎么信息都不是第一手的 ？YS 公司就是总公司新收购的那家新媒体的营销公司，在我的徒学推荐之下，由你职场市场总领 Steve 兼任 YS 的 CEO， 以后啊。就是和这位著名的云蒙哥达打交道，追求豆腐吧，祝你好运，小飞侠。谢谢你，麦哥。Steve，这位是总公司派给咱们 YS 代理新媒体运营总监的江离。你就是那个摔跟头小姐和扣子小姐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。你好 ，Steve。Hi, Steve。史蒂夫。啊，我在想给江离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，好让他迅速的上手。作为 YS 公司。进军互联网营销的第一步，我们刚刚签约了一个网红，他叫青小月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希望你能够配合冯兰一起，帮他设计一场他与我们公司签约的新闻发布会。是这样的 ，Steve， 之前我接触的都是金融、汽车、IT 这样的企业，从来没有跟网红打过交道。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不太适合，是不是换一个同事来对接？你是不是觉得大材小用了，所以说不想接这个案子？我是真的很不喜欢这些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网红，况且这样的网红真的很 low， 很不符合 YS 公司的定位。江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通过签约青小月这样的网红进军互联网营销，是史蒂夫今年做出最重大的公司战略布局。如果你说青小月太 low， 难道你是在说史蒂夫的战略？不要说了，江离。其实我不太关心你个人对于网红是什么样的看法，我也不太关心你怎么来看青小月和 YS 公司签约这件事情。但是，我让你配合冯兰去完成这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是我作为 YS 公司的 CEO 安排给你的落地工作。我希望你能够去完成它，而且要完成的有声有色。OK。All right。Thank you.
特刺激，像不像那个谍战片里的地下党接头？他们也就不过如此了吧。说吧。说什么？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？打电话也不接，就打到我办公室。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你了嘛。那你现在见到我了，可以走了。别，老婆，咱们不能光有夫妻之名而没有夫妻之实吧？就心疼心疼我呗，也心疼心疼你自己。今天晚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见不散哦。到底行不行啊？你给个准信儿。我晚上6点下班，还是下车，来接我。口罩是吧？我这不是因为防 PM2.5 吗？哦，对了，刚才有一个客户约我，他不好意思亲自到咱们公司来，所以就约我到外头见面。我出去了一下，一小下。我又没问你去哪儿了，你只要把工作做好了，你上天我都不管你。林总英明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接着去工作了啊。哎，等等，到办公室来的。紧张什么呀？我要是老板，我也不紧张啊。那谁让您叫我来，是不是要找我有理？我就喜欢你这样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是这样，你上次策划那个一起吃饭吧，反响不错，已经有好几个会员脱单了。真的？怎么样？有点成就感了吧？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升职、加薪，走上人生巅峰了？你有这考虑？不是在做梦吗？你醒醒吧，醒醒吧！我这还有一个新任务要交给你。你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员工，我凭什么给你加薪？是不是？你只要把这个新任务给我完成好了，给我干得漂亮了，我才能堵住别人的嘴，不是？对对对，林总您尽管吩咐。你不是离过婚吗？这事儿还跟我离过婚有关系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现在离婚率这么高，咱们是时候得关心一下这些离异人士了。你这样，你策划一个线下活动，你把这些离异人士都聚集在一块儿，是时候也让他们脱脱单。闹了半天，您是因为我离过婚才找的我？你这话说的，这离婚是一个多宝贵的体验呀！我想要，我还没有呢。你看啊，只有真正离过婚的人才能明白这个婚姻的真谛。你这么年纪轻轻的你就离异了，你这体验，你这经历，你再跟咱们工作结合在一起，你不分分钟能走入人生巅峰啊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一天时间，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个方案。一天？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快去接个电话。不是林总，您这时间，去。你好，我知道了啊，那我记一下啊。邱总，这就是我们今年新品发布会的阵容，您看一下，清一色的阳光美少女，这往台上一走，那就是移动的胶原蛋白呀。研发部的人有什么意见吗？另外，你再跟他们企划部的说说咱们这个新品的定位。我们这款产品的定位是都市白领和轻熟女，还有。听清楚了吗？啊，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
邱总的意思是你找的这些模特必须符合产品的定位。不好意思啊，邱总，我多嘴了。没事啊，你接着往下说。这光有胶原蛋白是不行的，得知性优雅。这年纪嘛，最好也大一些。你们还是不了解女人。这男人呢，是什么年纪都喜欢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但是女人就不一样了。这女人到一定年纪啊，就不一定待见他们了。说到底啊，买我们内衣的是女人，而不是你们男人。叶助理说的非常好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啊，知道知道。行了，散会吧。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想得很全面，但是它缺乏真正吸引人的亮点，跟大多数的发布会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没有毛病，但是缺乏新意。江离，你要理解，办好这一次发布会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。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次发布会传达给市场一个态度，那就是我们 YS 公司既有愿望去拥抱互联网营销，又懂得如何用互联网营销吸引更多用户的眼球，从而让那些用户作为我们的水军大量的转发，产生雪球效应。抱歉，我之前一直是和传统媒体打交道，互联网营销这头我真的不太懂。我也不太懂，但是你可以学呀。Steve，你看，我为了解清小月的动态，就通过手机新闻客户端，以她为关键词制定了相关的新闻推送。那在这些推送中，有没有看到对于我们有帮助的信息？这点倒没有，大部分的推送信息都是关于你跟她的八卦。Steve，我觉得咱们公司签约她这样的网红的确不太妥当。你看这些媒体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你们之间真正的关系，更有网上传言说你要娶她，所以等等，娶她？娶她这个创意很好。你要周游世界？我也是今天才决定的。哎呀，我上次还没听你说呢，你是跟那个小李呀？对呀，小李。哦，那子轩你就不管了？管不了了，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了，我总不能把他绑在身边吧？我想明白了，随他去吧。那个女孩子到底适不适合他，他以后自己会明白的。可是你还有公司呢，你不是还有个外贸公司吗？现在有钱，什么样的男人请不到啊？何必我来操心呢？嗯，子轩爸爸去世以后，我真的想了很多。小莹啊，你说人这一辈子可短了，哎，可以的话为什么不能活得随性一些？像我们两个这个年龄又不算那么老，当然可以有激情了。哎呀，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是希望我儿子能从他失败婚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，然后再给我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，我就满足了。然后呢？然后